们都知道白沙屯妈祖、三边妈祖，它的轿子是没有固定路线，嗯，对，它会踩轿啦，它会有各种不同的方向，是，而且那个时候非常神奇，嗯，对，而且也蛮常去停那个汽车，那个汽车展销厂或汽车修理厂，嗯，是，对，所以那个年代我们就说，哎，那就刚好又看到白沙屯这边也有一些资深的大哥们，他们也开始针对自己白沙屯的文化做一些推广，是，所以那时候也跟他们有认识以后，然后就开始进到这里来观察，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人真的少很多，嗯，哦，非常淳朴，现在也是很淳朴，是，对，但人变多了，人变多了，对，非常多，对，那现在其实走白沙屯妈祖，我觉得是比以前方便很多，是，坦白讲，以前除了跟着妈祖走以外，真的很多地方没有得吃，嗯，对，所以就只能这样子一路上就跟着公公啊行啊呢，对，好，那可是以前因为人比较少，所以有些时候像在直路上，很多时候坦白讲都可以扛很多次轿，哦，因为轿班的人员会休息，对，他们那有时候会说啊，那这些香灯脚可以帮忙扛一下，嗯，所以以前那个年代其实蛮好玩的，就会这样子就一直走，这样让你去感受那个妈祖，对，嗯，那其实妈祖带给大家温暖也就这样慢慢的扩散开了，是，然后也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投入在这个民俗文化里面，嗯，对，民俗，其实这个也是见证了我们台湾乡土教育从这一二十年来的一个真正的在各学校扎根，其实很多人也会看到这些，嗯，那其实也会吸引很多学校的学生，尤其我们有时候，我像我们本身在学校有在教书，我们有时候在做报告的时候就会说，哎，可以去那个，对，可以去做报告，所以学生就会来，嗯，好像在换焦点。这个地方有一些准备了，对对对，因为有蛮多的在地的很多神教啦，还有一些镇头哈，都会过来恭迎这个。那个八人大教也来到这个地方了。是是是，嗯。嗯，现在这架的镇头其实比以前多很多，嗯，对。嗯，现在是头旗。这是那个庙这边，八人大教这边的头旗。八人大教跟那个白沙屯妈祖的那个轿子已经，哦，在这边已经开始准备相遇，对，嗯，因为秋茂园这个地方以前是台湾蛮有名的旅游点，很多进香团啊，很多时候都会安排中间的休息点，哎，对，因为它这个空地其实就很适合，对，而且它秋茂园还有一些一些应该说是蛮早期的一些雕塑艺术公园，哦，对，所以以前秋茂园还蛮早期就有出那个明信片，哦，我们小时候的时候跟着进香就会有很多这些明信片，是。好，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的这个粉红超跑，最后一里路，现在呢已经即将抵达我们的秋茂园，也就是待会的换轿点。那待会呢，我们就会是在从北港朝天宫哦，这个看到在这里进香以来，再一次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白沙屯妈祖的一个这个面容哦。是, 是, 是因为在当天看到了整个帘幕拉下来，嗯，那当然这个帘幕拉下来是象征我们到了这边去进火，对，对，我们要把这个神力哦，香火给保住，对，好好的带回到我们的拱天宫来。那现在呢，我们看到了，哎，这个已经抵达了吧？这个画面是抵达没错吧？哎，这个是我们的八人太教，八人大教的这一顶轿子，嗯，对。我们刚刚也有闪过，就是三边妈祖的轿子也来了，是，对，嗯，哦，对，来了，哦，那个白沙屯妈祖的轿子啊，进香的轿子已经来到，对，这是我们的粉红超跑，对。因为他们现在都披上了这个粉红的雨衣，所以有点分不太清楚。就现场大概有好几顶，有三顶、三四顶轿子都是粉红色的。对，
好 ，JD 没错了，这就是我们跟着他从这个拱天宫到北港，再从北港，现在回到了秋茂园，现在已经来到了我们的换教点，在秋茂园这个现场。嗯，这个是八人大教的这一顶教，这个是八人大教，对对对，嗯。没有，这是白沙寺，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对静香的教教的那粉红超宝的那一顶的共成的这一台。对，其实这边的妈祖其实很早就有这个共成的概念，嗯，对，从蛮早期的好几尊妈祖一起去进香，对，毕竟这边早期是渔村嘛，大家能够共同出发，共同去。其实也节省了很多人力啦、财力上的一些，一些的那个开销，对，一起去。嗯，其实对于白沙屯妈祖这边，我其实最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在喊紧的时候，他们以前的习惯会把两只双手给往上，就很像日本人在喊那个万岁那种感觉，所以他们会喊那个紧哦紧那种感觉，手会有点像万岁。对对对，我记得在2003年的时候，我到北港朝天宫的时候，我还有带我的第一台的 DV 机，所以那时候还在庙里面拍摄。对对对，准备要看到他会先请三边妈出来，然后三边妈，对。这又是这个历史性的一刻了。是啊，是啊。其实大家知道吗？我们为了这个画面，花了多少心力？你知道这个全世界收讯最不好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了，真的，秋茂园。所以呢，要来到这个地方很不简单。对，这个是爆马仔哈，这个白沙屯这边的爆马仔哈，他会先去禀明这个白沙屯妈祖哈，要请他能够露丢了哈。对。嗯，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波贝亚哦，那么所以大家都会跪下来。是。好，你可以看到教班在周边都会跪下来，然后大家会，然后他会，然后布贝亚会准备好这些金子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那个，就会去敬这个妈祖婆。冒昧球，单足古的粉红超跑已经来啊！而且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妈祖家里祭奠的这个换教的地点。然后现在呢，正在举行换教的仪式，所以就是咱头拄啊徛迄个喷漆的迄个所在，就是迄个红点。哦，就是咱妈祖娘娘要前往北港的时阵，所来找的这个祭奠的这个所在，祭奠的对吧？哎，哇，你看即马人在练球，两个在互相在参拜，拍招呼，哇！加油！哦，现场即马愈来愈热闹。哦。你看咧，哇，大家拢无穿雨帽，大家担到路嘛是吼，足热情的。边啊恁叫大家拢吼，众心连，大家拢足欢喜的。哦，咱后边搁一个，后边，上姐，哇，即马，哇，我们已经安尼已经吼，已经包围啊，包围，哇，咱已经包围啊，对。我现在现场哦，寸步难行。嘿，行到一边都唔对，要行地拢有恁叫吼，阿妈足客气，有恁叫弄着者。所以啊，我们现场的朋友也是都要很小心啊。对对对对，你看哦，你们没有来现场的，看直播的，记得公开分享出去，好不好？因为啊，咱台湾的文化，你看，人在热大吼，还是很多人叫不醒他们的这个热情，就对了，大家的热情依旧啦。对对对对对。哇，你看到哦。好粉红超跑哦，真正头前有一个用一个布盖起来呢。哦，你若要论正宗，应该是像安尼啦吼。因为我较早阮家的宗庙哦，来去
挂香，还是插花，回来吼，拢会用一个迄叫香担，吼，嘿，一般人拢是用香担，然后咧内底来插这个香符，然后吼会当带当去咱这个香庙插花。啊，咱粉红草草无同款哦，诶，咱妈祖娘娘伊是用这个大轿，用大轿，对啊，大讲着大轿吼。好，而且呢，咱即摆妈祖娘娘准备要换伊的八人大轿，准备出来了，准备要出来了，对对对。对，连张三林海，你若有看到这个哦、喔，咱咧直播的这个画面，你就知影，大家拢足期待，大家拢足期待。妈祖即摆要出伊的乱轿啊，哦、喔，所以咱大家哦、喔，一定要帮我们公开分享，让更多人看到这个画面，看到这神圣的一刻。对对对。喔，我们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啦！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现在找不到，看不到最前面，但是我也好好奇，我嘛最想要看到妈祖的哦，经过五岗了的第一个面。因为听讲哦，看到咱妈祖娘娘的第一个面，会带来真好的福气。是，对对对。线上的朋友，阿妈祖娘娘现在准备要出列的乱叫哦，啊，我们等一下呢，应该我们就一起来喊金哦。好、哦，那我们线上的朋友，如果你在家里的话，一起帮我打金哦，我们一起刷一整排的爱心，刷一整排的金哦。希望呢，分享这个直播，让更多人看到，让你家中的长辈、家中的小朋友一起看到我们白沙屯啊妈、祖哦，这个经过五天，他这个牛会哦，开会了这个连杆哦，我大家看会到哦，希望讲在这疫情这个当下，大家拢会当安尼身体非常的健康。而且相信呢，恁若无来到现场哦，恁妈祖娘娘哦，蛮足灵感的。眼观四方，耳听八达啦，讲哦，会当保佑大家人，我讲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所以呢，大家记得要刷一整排金哦，把这个福气给化出来。咱现场哦，足侪连桥啊，足侪大桥，拢伫只咧期待啊来甲咱这个妈祖娘娘。来给伊恭喜就对，因为吼、哦，为这个北港回来了吼、哦，真正是安尼一路很辛苦啦。啊，咱这叫班人员吼、哦，大家较碰趴碰趴啦吼、哦，注射注射，所以吼、哦、非常的灵感，才有今仔日这侪人就对。而且我们现场哦，起码从刚才是很兴奋，但现在已经慢慢的冷静，然后庄严肃穆的感觉。对对对，因为今麦大家吼拢非常非常的期待哦，妈祖娘娘伊要出一些乱叫啊，这个画面哦，千载难逢啊，一届较一年较看到一届，啊嘛不是一般人，你想要入来看就看得到哦。所以大家若想要看到妈祖的面容，第一时间的画面，一定要锁定我们宝岛神很大的直播。哇！你看现场，大家人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机。啊，妈祖娘娘，看这个情况，接喽！妈祖娘娘，今麦应该是出咱这个乱叫，接喽！咱妈祖娘娘准备要换这个八人大轿，接喽！哎呦，我们现在现场看到的画面是安尼刷屏嘛，已经出咱个乱叫。哦，准备要来坐伊的八人大轿，进来！哇，非常热闹，非常热闹，现场非常的震撼啊！接下来就是我们天宫北沙屯妈祖已经出来，妈祖娘娘已经出来啊！进来，进来，非常的震撼，进来！大叫甲连叫拢非常的激动啊，应该是讲非常的欢喜，非常的欢喜，非常欢喜。线上的朋友有没有看到那个那么令人感动的画面？哇，那北沙屯妈祖现在已经坐到伊的八人大叫，即将我们要启程回到我们拱天宫。